又传了些无聊的东西，把犯人带走。是是，是杨先生。有我谋查的在此，谁也别想动他们。在下身为奇趣特工，职责便是斩恶灭罪，请赐教。通天火箭拳。我们可是打不倒的超级英雄，对，还得赶紧到正确的时空，青青还在等着我们呢。且慢，诸位哪儿也别想去。奇趣，百变重锤，我枪，艾尔防御墙，一闪。蒙查查，快启动时间标尺。就想逃走，奇趣十字斩。哼，你们逃不掉的。啊，人呢？呀，葛葛师傅回来了。对了，你有见到坏蛋吗？抱歉，在下大意了。啊，居然连侍郎也失手了，再这么下去可瞒不住了。报告999队长，有人入侵基地，把时间飞船偷走了。不用担心，你们保持警戒，啊，这就去进行搜捕。明白，奇趣。谁让你擅自报告的？有我在，这点小事还要麻烦队长吗？要是让队长帮我收拾烂摊子，我以后还怎么把他赶下台啊？不行，一定要先找到那些冒充的假初代。哦，对了，我还有超追踪手表，只要还在这太阳系，我就能定位揪出他们。啊，小明笑得好奇怪啊。为什么？这都过了一整年了，基地和雕像都早修好了，可为什么还是找不到那群假初代？敌人布置了很多假信号，所以我们……行了行了，我说的是这超追踪手表。哦，有信号，总算来了。姐妹们，赶快加入转转团，一起变身美少女吧！减肥广告，又是垃圾信息。不懂了，带上它，给我闪边去。是。还好队长那边也没什么进展。小明赞队长，2999队长将疑犯和时间飞船带回来了。什么？不会吧？任务顺利完成了，您怎么不高兴啊？哪有啊，瞧，我多高兴啊。我们得庆祝一下，快去安排。了解，奇趣。啊，这下完了，这群家伙总不能努力一下别被队长逮住吗？等等，队长就抓了一个人啊。对了，他还不知道入侵者的人数，还有机会。如果我先抓住其他人，这样就能证明艾尔999粗心大意，不适合当队长。是时候用奇趣特工的杀手锏了。好吵，云雀。阁楼，快起来。我就知道你这懒虫不接联络，有件事要你帮忙。云雀今天身体不舒服，我要请假带他去看医生。行了，别找借口偷懒。伯朗，这次你肯帮忙，我偷偷批你3个月长假，怎么样？还等什么？走啦！喂，等等我呀！报告三队长，您的……不听，没空。这事可不能告诉队长，因为不用说了，肯定超麻烦，我才不想知道。好吧。不管你们问多少次都一样，时间飞船是我偷的，跟其他人没关系。有没关系可不是你说了算。伯朗。云雀。
却这招记忆读取，我就能在你记忆里找线索了。各位同学家长，比赛时间要到了。哎，行了，完成了。我还没念完呢，爸爸。嗯，没事，青青，你赢定的。时间到，喂，还不赶紧宣布我家乖女儿是第一名？你这也太过分了吧！什么人呢？想靠作弊拿第一名？不要脸！你就是这么教小孩的，以后别跟这女孩一起玩。没事了，没事了，别哭，别哭，没事了。不是这个。爸爸一定会让你拿到冠军。又来了，青青，取消参赛资格。青青，放心吧，下次我把发明弄成隐形的，看他们怎么发现。对了，青青，晚饭想吃什么？汉堡还是炸鸡？爸爸，你以后不要再用发明帮我作弊了，行吗？什么作弊呀？他们也可以弄啊。那些笨蛋比不上我这博士，才会说我们作弊。那我宁愿要一个笨蛋爸爸。哼。青青，这什么呀？哎，下一个。紧急报道！就在刚才，科学院遭到不明病毒入侵，电脑系统完全瘫痪。爸爸，科学院系统瘫痪可是会给大家带来大麻烦的。这又不是我的错，要怪就怪他们嫉妒我的才华，说什么也不把我的名字加在旅行者一号的金唱片里。那些笨蛋怎么都好了，关键是这发饰。怎么样，爸爸可没骗你哦，很漂亮对吧？又是这样，为什么你就是不懂呢？我不想理你了。青青，等等爸爸。这也算线索啊？目标清除，继续戒备。系统正常，齐去。戈登，这也太夸张了吧。根据分析，总部的防御系统已经全面升级，安全系数达到500%。为了青青，就算龙潭虎穴，本喵也要硬闯。除此之外，以艾尔999为首的5位特工也在里面。还是智取吧。要不我们再回到青青偷飞船的时间，阻止他偷飞船。不行，不，时光机已经坏得不能再坏，不能再用了。又没时光机，打又打不过，这下完蛋了。不对，还有办法，我们找柠檬博士。他也有时光机，如果知道自己女儿遇到麻烦，他会答应的。什么？我们堂堂特工队要去求大坏蛋帮忙？博士才不是坏蛋呢。要救青青，这是目前最好的办法了，而且柠檬博士也许真不是我们想象中的那么坏。总之我们先出发吧，萌查查。说吧，跟我来。赞队长，您的。别吵，都说了先别来烦我。喂，伯劳，再找找别的记忆。是爸爸生日，哼，我才不要给讨厌鬼爸爸庆祝呢。这是爸爸的留言。青青，爸爸知错了。爸爸现在知道该怎么做了。好吧，看你诚心道歉的份上，就给你最后一次机会吧。青青，今晚有很重要的事情，早点回来。好好好，爸爸一定早点回来。记住，我们约好了。
一定。好，接下来，生日歌，祝你生日快乐，祝你生日快乐，爸爸生日。怎么都是这种剧情，还有完没完呢？好麻烦。我把所有记忆做成合集了，你自己找吧。哇，这么多！报告赞队长，您的手表有讯息。到！别吵，我正忙正事呢。哎呀，选哪个好呢？